大家好，我是老霍。有位朋友叫我帮他儿子介绍对象，叫了好多次了，我都没时间。今天我抽空来他家了解一下，他家就在前面，走吧。这个在来想嘛，是白想，你问讲话没？嗯，这个老师都没讲话的，这个肯啊肯哦，就是这把没发的都蛮早的老婆哦，这把发的呢就容易找老婆哦。是啊，就是这点。我看就两来跟了解一下，跟那交谈一下，他喜欢那种的。那么在你没在哦，又要从中沟通中，你学汉我就走了，但是我也忙，你们找的在过时他的这样来，我们的超生，你超生我也理解，但是几多也没到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太几也没到，要岁月，你是要求，你等找到那个女的用，同意以后适合他的，他喜欢了，双方都喜欢才到哦。我们在做了，哦，原来他有个差，那得不得写好你们叫我，我也叫不得你们哦。是，嗯，那我看你家的，你家的就牛在那走，羊在那好喂。好喂。哦，嗯，他会牛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嗯。哦，在家哦。哦，在家做，挺牛好的。我一天还分手那个钱，分手那个钱。这妈的，六爷又是偷的。没事是等你爸。哦，等你爸嘛。哦。要你爸给他吃。要你爸他。那消化，中消化啊，对。消化。哦，那是偷他吃没？他又是又当时在做在干。种草，就是自己种的哦，自己种的。哦，拢有天吃多草。有这个半夜有人咬啊，哦，有。我这要有几栋的牛仔哦，有三个牛仔，三个牛仔。今年呢，母的牛有几个？有全部母牛哦，一个公的。有一个公的，十六牛牛母，十六牛母。今年去烂有九个牛仔，大概有一个，一年我有一个，一个。嗯，那一年一个有几多钱？一年买的，一年一头牛出来。平均两万哦，那要八万到四万的那嘛，八万嘛，是的，八万的收入哦，那也不错。你就
从这个有这个地搭，可能也叫这石头，你搭到这一坑。还招了一个师傅来睇我，你就唔使咁辛苦啦。哦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招咪好事嚟。嗯。哦，招起啦，哦。哦，招起又一难。哦。哦，一年，自己那边也一难呢。哦。自己要修路工苗。要修路工啦。修路工，哦。那一年你钱也不缺是吗？没有哦，钱收入也可以啊。钱就这样，钱雇要就是要没有师傅，找不到师傅。没有师傅，小师傅没也慢慢来，是没？哦。你们做甜粉店，你唔够你个那家有师傅，你个帮我介绍个过来，我现在我就叫个师傅。哈哈哈哈哈。一等地佢来谈你个份。跟他交流。你们教你就带一些，听人家带一些菜也蛮好的，教我。是啊，这反应。哦。烧的。哦。反正有点烧，你看都不紧紧。嗯。哦，这个是大我的哦。哦，有点大。大好的，大了水温就放下它哦。嗯。哦。还有跟本地这个。哦，这个。不错，那个人。能有这种雄心，也支持他，大力支持。哦，你不赶你嘞，赶你帮我招的我。可以。嗯，也是，这个的家。嗯。等等嘞，你们就养着公鸟，对他们的收入很大。我们也种田种果，果嘞就看行情，这个是稳的，一个是拿了20000块，对不对？是、啊。嗯。如果过成这样嘞，过这样过真过要，就是没有师傅，就是假师傅。那就等住了不？啊，我煮饭的不？你在陈院，你来我煮饭等你。别紧，等你吧，吃饭我问再讲。哦，好的。刚和大姐的儿子吃完饭，沟通了一下。觉得大姐的儿子还蛮好的，就是有些害羞，也不爱讲话。大姐也是一个很心肠好的人，我回去后我会努力的帮她物色一个好媳妇。她已经在前面等我了，又送一只鹅给我，我也赶着回去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老霍就大家分享到这了，喜欢老霍的视频请点赞加关注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